哎，你知道摩天轮定律吗？就是听说一起坐过摩天轮的情侣，他们都会分手。啊，不过还好我们是过来看风景的。哈，那我们可以对视啊。对视干啥？听说对视30秒以上，我们就可以友谊长存。你想跟我当一辈子的好朋友？你不想吗？我想啊，我想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他已经要到最高点了。那我们要对视吗？可以啊。没到了。谁走的？那么厉害。我没走啊。到家了，回家吧。那你明天还出来不？出来啊，为什么不出来呢？好，我问你问题。你问。你今天在摩天轮上面，你为什么突然靠近？情不自禁了呗。那你为什么要自禁呢？你在控制什么呀？我觉得不太好嘛。不太好。嗯。我迷得不出来。啊？